是不是随便的女人和他聊天的时候就知道了。女人和男人的感情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，也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。一个女人是不是真心爱你，还是闹着玩而已，总是能够有机会识别。在聊天的时候，那些不经意的言语，其实稍微细心的人就能看出一个人的真心。如果爱上一个没有真心的女人，真的没有必要对她那么好。真爱是相互的，不是一厢情愿。今晚有时间吗？这样的言语，如果两个人不是发展到恋爱关系，或者是准备成婚的关系，就别说。女人总是比较羞涩，尤其是没有过多恋爱经历的女人，在感情上是保守的。即便两个人相爱了，但不会那么直白表达情感。如果真爱，随时随地可以聊天，都不会说很忙，互相不搭理，但不会随随便便就在一起。感情是认真的，是向往幸福的方向，而不是互相利用、互相取暖，仅仅是为了消除寂寞的生活。如果你爱我，就发个微信红包给我吧。在微信聊天的时候，女人主动讨要红包，并且很经常，就是动不动就要钱，还借着爱情的名义。这样的人多半是看上了钱，而不是爱着你。真爱的人也会发微信红包，但不是经常发，而是在一些特别的日子，如情人节、过年等等。一些女人经常借着爱的名义想你的钱，或者要一些实际物品，各种各样的办法都来了，多半不是爱，是耍你的。三，她的朋友圈有一些露骨的相片，甚至聊天的时候也发给你，为了展示自己的身材，或者是未来取悦一些人，她就常常发一些不正经的相片，还写一些让人有非分之想的话。这样的人估计是想要算计很多人，而不是和谁要恋爱。如果女人爱你是为了你，保持自己的感情，不随便流露给别人看，全心全意把爱都给你。别因为一时间爱上一个女人的外貌，就以为是真爱，这样的感情多半是错觉，后来要错过。四，有时候发信息很久不回，然后回你信息的时候感觉慌乱，这样的交流你应该可以想到，而是你爱上了一个不值得爱的女人。她也许把你当成了备胎，或者只是希望得到你的利益，并不是和你有任何感情，是你一厢情愿，她只是借用你的好。一个爱你的人总是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消息，如果真的很忙，也会告诉你，让你理解他。其实这点男人女人都一样。后记：爱上谁就是一心一意才是真爱，谁也别欺骗谁，否则爱情都要弄丢。如果不是真心，或者发现爱错了人，不管你多么爱，请及时回头，唯有你单身的时候，那个真爱你的人才可能出现。